心跳水立方全息视觉盛宴，小表妹能准确找到落地水通关吗？这第一关看似平平无奇，实则属实一般。虽然中间有许多零零散散的单方块，但对于视力5.2的我来说，只要找到最下边最蓝的水池就 OK 啦。我来，完美落地。 我也是有国家标准跳水运动员的天分呀！拉倒吧，表姐，第一关3岁小孩都能过去，只是给你热热身。你要是能全部通关，我就请你吃1个月的华莱士。说到做到，那我只好用自己的实力让你心服口服啦！我看看第2关是怎么个事儿。我的个头，这才是真正的心跳水立方吧？别具一格的爱心形状，这建筑风格，我得给地图作者一个大大的赞！得了，表姐你别转移换题，赶紧给我们展示你的跳水技术啦！表弟你急啥？ 观察完毕，看我一个箭步下去。你们准备好学习了吗？上课了啊！我去，这么多层爱心遮住，还真被表姐你萌到了啊。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心跳水立方考验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跳跃技巧，还有中途随机应变的能力。这第3关和第一关一样，没任何难度。我的意思是，即便和第一关一样没难度，也要认真观察，找准落水位置再下去。搞错了，好，再来。表姐，你这找补说第2，也没人能说第1。咱们先试看第4关。让我看看。哎，在这上面啥也没有，这不是白送给我一关吗？谁家小孩在下面乱涂乱画，还画个水池的颜色，还有遛狗的一次。这关就是让你分不清哪个是水池，而且你还说自己视力5.2，我看是2.5还差不多。去，不就是分辨水池的颜色吗？新版本更新后，水池颜色变得更容易分辨。你看左边那个就是真正的水池。勇往直前，冲啊！你看没骗你吧？第5关是黑白方块，这样更容易找到水池的位置，看我轻松拿下。 我去，这最后面还有坑啊！还有眼镜手帕调整位置，不得不说，这个作者设计的水立方关卡还有点意思啊。第6关中密集的星光包子给这一关增加了不少难度，不过我也是一眼望穿到底下的水池啊！看我走你！我操！表姐，你一定是不省钱的那种学生吧？人家说了，星光包子是透明的，其他的都是空气墙。好你个臭表弟，知道了不提前告诉我，害我白白狗带一次。 不就是跟着星光包子下去吗？看我的 ！Double kill, triple kill, quadra kill！ 我的妈呀，这第6关才是真正的大神级别，也太难找准位置了。不仅落地速度快，还要找准星光包子的位置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过去要多久呢？ 看不出表姐还有点东西，但东西不多，后边更难的水立方可等着你呢。这一关应该是最简单了吧？红色方块和水池颜色分明，只要找准水池的颜色就能安全落地。来到第8关，中间错落有序的黄沙球还有仙人掌是这一关的主要障碍。不过换个角度一看，中间的水池位置好像没有限速的，直接从中间跳下去就好啦。我去，真给表姐装到了，有点汗流浃背。汗流浃背就对了。 第9关虽然颜色暗了些，容易让我们视野看混淆，不过我可是小表妹，简单拿下。最后一关落地水池小到只有1格，这需要咱们多次尝试找到准确的位置，最后就能通关啦。Nope， 嗨，我又来了。Nope，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 大神级心跳水立方挑战成功，1个月的华莱士我来啦！